我也要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象头到了。那么呢，这期我们又来到连城新天地啊，发现在这边抓了很久了，都没有怎么玩这边的有些两爪鸡啊。这二爪鸡呢，那这次呢，我们就来一次呢试一试这些二爪鸡，看看好不好抓。
到这里了，导致最多到下面这个地方，到那个。哇，有个，什么情况？这个断掉了吗？不知道啊。突然了就动。这个爪子怎么这么大？是不是应该好抓一点？哎呀，碰不到这个球啊！很大哦。哎，球！哎，有戏！哎，这个球有戏啊！移动了这么多，应该这个球游戏吧，起不起得来呀、啊、喂好，下到底加到角落这里来了，阿迪，好，哎，没事，迪有机会啊，行不行？是里面。掉下来了，他这边爪子打不开的，哎，起来了，哎呀，挤下去了，看这个能不能挤下来，对，挤下来了，把这球全部挤下来，哎，有没有想法？哎，没错，就是这样，我终于找到这个办法了。好，挤下去，记得。哎，哇，哎，你看，哇，哇，下不来了，下不来了，找一下，动不了，过不去了。哎，下来了，可以，对吧？哎，我把上面这一堆挤下来。挤下来，哎，你看，哎，这个位置好像可以了吧？哎，行不行？哦，看到没有？有没有？好，那么这期呢，连城的小爪机呢，就到这里了。这台机器呢，我感觉应该是要翻一下后面了，或者是抓前面可以拎起来，然后抬一点点，然后它就会。有那个反作用力掉下来，这一台的话呢，它抓的时候呢是很难抓起来，但是它是可以用，你得去叠位置啊，把上面的叠起来，然后堆了很多，然后再一挤上面的，然后把下面的挤出来，只有这种办法呢会比较好出一点。好，那么这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，下次见，拜拜。对哦，还有个炭治郎。拿出来了，拿了。